第十一节老生立立借其及天地人际有关善福祸宜之道理，前面都已详细进行了说明。然而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世间的常有夫妇不知道一年当中有很多日子是断疑之日，是斋戒之日。例如月令迁眉三日，乃春分前三日，有人则敲打木铎以警告诸百姓平民，并言道雷将发生，若有不戒其色不正其容的人，身体不备，五官有缺陷，六根不足，必有凶灾等等。况且人生气血流行原与天地节气相应，倘若非时走泄，不该行欲的时候行欲，则气血不能和合成精，其伤筋损气的程度百倍于其他时间。至于神明降见的时候，有些人不知道也不懂得忌讳而犯淫欲，以至于污毒冒犯神明，受到阴间谴责而不知。故世间人有很多不谨慎的人，在世间莫名其妙地感受到疾病，甚至腰斩之伤等等，在暗处遭受相互减受之祸而不觉。这些灾祸的引发往往都是因为他不知道非时不迎非处不迎恭敬神明，当有所回避和忌讳而造成的。世间人与其追悔不及，何不如遵戒守其，以自求多福，以幸免于难。今天特进入有关戒其和天地人际之其，即自爱者都能遵守且勿侵犯。月份戒日戒有原因，犯者报应果报。正月初一天马玉帝孝世人神气入命，月朔相入夺季，夺季初三万神尊位斗将，夺季初五戊戌季，初六六号季雷斋日，每月同减寿。初七上会日损寿，初八五殿阎罗天子诞，四天王许其每月同多忌，初九玉皇上帝诞，多忌十三阳公忌，十四三元将，四天王许其每月同减寿，十五三元将上元神会，月望每月同四天王许其每月同减寿，多忌多忌十六三元将减寿，十九长春真人诞。